我们这就是六月的时候流行，就是用面粉蒸的那个羊羔，就是妈妈给女儿送。婆婆呢在家已经定做好了两份啊，然后给大姐还有二姐要送过来，然后我们就想着回家带一趟。咱娘说的送完吃着吧，这就会落去。我们家都去借去了，咋到那了咋就给借给周末呢去的。也省了咱娘的力气。他说我不会了，也去他直接也是我错的。走，走吧。他马上去捣鼓介绍了。捣鼓刚刚说了，他要回家了。你得就去二姑爷吧，捣鼓要跟着回来了。好吧。真好，也省了咱一了，不用去给他捣鞋送了。嗯。等等，那叫鱼牌不就在这了呀？鱼牌也不在这。现在路过镇上，我们拿回去馒头，不能说是馒头吧，应该是羊羔。嗯。有人没有？你们蹭蹭叠叠对儿抹，哎。抹羊羔嘞，羊羔嘞，哎，一人一双粉，一条条两粉，就你对儿羊羔呀，嗯，这样像对儿松一样的吗？你给我转成两粉哈，嗯，两斤儿的，这总共三十六啊，啊，这不总共十来呀，啊，十来那六十六。你这一顿挣的挣的可不少，嗯，你一顿挣对儿的，嗯。让你又买油条，咱让咱家吃油条，给他买些。嗯，走。都是六块啊，六块。啊，卖些毛蛋，咱家吃毛蛋。让后去呗，记得卖着。这当能给咱家吃着了。这个是哪么吃的？我们给你买多少？吃两三顿就吃。有劲没劲，反正都吃好了。就你后那豆角红，咱就上饭了。不是，俺都给你这样快到够二十点了。俺就给你倒，俺爹给你倒，我倒，俺小姨给你倒，都倒不通，俺都想着咱就。郭上爷爷说的，哭去叫是啥了？开车回吧，才叫回。小是不是咱？不是咱，是不是咱？小直播走火入魔了。不是，他是精英，不长多少钱的人，我用他不这。不是，这个样子做事是真倒不通的电话了。对，你顶着人娘给送了羊羔。嗯。在那里等着他来，你等等啊。你这丢了吃了。哎呀，我咋是吃来了？真吃了。我给买那毛蛋，可要花银儿，工人米他是陪着吃啊。我有菜，有吃发吃呢。有发吃，那热的了，要像你装那个不来，是一脚跟能买些。啊，都一会儿就要回了。恁带坏孩子了没有？没有，啊，都坏，给伢留不过带羊羔嘞。啊。哦。也是那时候顶盖了，要坏了。啊啊啊！那就中。嗯。孩子不是好手啊？好手。哎，那就中。要吃遍二两个了，分家韭菜，你两个家长给我干的，我怎么在那么？你快长老了，你站笼子里吃老太阳。不要苦果啊！不要不要，没人吃，除了我吃苦果，他都不吃。他都想怎么？等你八天，这人等你快一年了，早就该来了。翻头吧，就翻头嘛，没事，翻头人嘛。他穿着鞋了，你说你咋整的事儿呢？这能这边不跑业，不跑业这就翻黑豆吧。你当当人去点弄，到鱼铺了把我点弄出来，去俺门口，恁个晚上带弄好带。嗯。